信用卡，我觉得透支花钱不太好。你家是开建行的啊？巧了，那刚才是你家人给我打电话呀？哇，抠一下，划了划了，还20秒开奖啊！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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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抠闪点烟，这点烟为啥没摁呢？交闪没事，死死的吧，没关系。我是不是要杀吸血鬼呀？无所谓了，他交个闪把我们杀了，其实我们合适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单独被干个了的，对面还交点盐，然后交闪现，其实我们划算，你知道吗？没看见，是你中奖了吗？是天意之珠中奖了。把它放出来啊！这波把它放出来可以杀。但是好像不太好放啊。算了，不好放，我就推吧。推吧，他就塔下收兵得了。好难杀啊！玩个梦魇还碰上吸血鬼，讨不讨厌？关键他太猥琐，他不出塔，根本也杀不了。这波我试试能不能小耗他一手，我就只能跟他推，我们还不能不推线，这梦魇的英雄就只能推线。等六吧，等六先 E 他，真难呐！这波你还不走，我操！谁给你的勇气，兄弟？啊？是谁允许你在这里还敢出来的呀？你终于是想明白了，是过河道了是吧？把河蟹打了可以，好嘞，把河蟹打了。你就跑了，你让我自己打。回家了，这个吸血鬼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的死亡范围就在这里，啊，就这么一块，这就是他死的范围。只要他过了这个地方，那他就已经死了。这个人就只要过了这个地方，他就已经死了。
他的脚迈出去到这里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为什么把把优势转运了？你看他不敢过来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往这个地方走，你知道吗？根本过不了河。趁他闪现没好之前杀他一波。真能跑啊，你是真能跑啊。我想等他闪现没好之前杀他一波的，不过他也不来呀，他也不出来。你看他根本就不过这个地方，他脚都不往出迈，他就永远在这个位置活动范围啊，就这么大点。小钻，钻一个点盐，还行吧。你离我好远啊。转地七秒有益，不交血池。我想把他血池给他骗出来，但他不交。先把这兵子杀了。哎，救一下。天哪，他怎么生了呀？完了，真难呐。下路起飞了，继续控线吧。哎呀，不好控啊，真的好烦啊，这吸血鬼好难杀呀。太难杀了，除非是没有防御塔能好杀一点，要不然这人根本就杀不了。我就无限追他，那完了，这波他妈我好像要死。他怎么跑这么快呀？我也得出个血呀。
385，我是370。抓人去吧，不用，这边再飞他，这波飞能飞死。正好他没闪现，你别走行不行？跑，确实是能跑。拆塔吧，出个影魔刀就行了。这是长本事了，我一看完了，炸着我。现在开始都不用血池了是吧？你下波你也别用啊，小伙子，我出个影魔刀。别往我上路走，我不用你，你给我去守中，你给我去守中路。今天我跟这吸血鬼俺俩指定没完啊！他11级，我9级，这波我出门必杀他。我看他这波他往哪跑？别给我添乱啊！让他吃塔皮。你咋那么能跑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的，你咋那么能跑，那么能跑，那么能跑，那么能跑？他娘的！跑！妈了个巴子的！我看往哪跑？算时间还算的还挺好，还跑了。别让我逮着你啊！你为什么想跟我打一架？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跟我打一架，没明白什么意思。上塔拔了吧，我决定再吃一波，我们小贪一波。来呀，泰坦这还勾啊，
他们家有防御塔呀。先杀潘森吧，这一塔没了还行。哦，沙米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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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大。哦，好勾，漂亮。还得俺们家沙米拉呀，我一看呢。赶紧把塔拔了，对，快点把塔拔了，省得他们家中路全是防御塔。为什么会有防御塔这种东西？哎呀，烦死了！这吸血鬼中路只要没有防御塔，我们飞他他是必死的，省得他老站塔下。不飞别人了，咱就飞那个吸血鬼啊，出大影魔刀去。哎呦我操，潘森给下当了，这是传说中的一 Q 闪吗？走，找到吸血鬼，希望他在下路带线。这你都不敢带，还出沙漏着。小龙，嗯，插眼，你跟谁打呢，兄弟？你跟我打。打小龙啊，别人咱不杀啊，就杀这吸血鬼，谁也不杀，只要这吸血鬼敢进场，我就直接干死他，谁也不杀别人。对不起，杀个小炮先。哈哈呢？算了，走吧，没蓝了。沙米拉又下当了，
兄弟们往我这边走啊！哎呦我吹我扣，我没带呀、啊！一会儿给你整翻盘了，我告诉你。死！跑的真快呀、啊！哎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怎么总有人不把我当人呢？咱这好歹也是一个700块赏金的小梦眼儿，你杀完人没大？完事还敢来线上？很明显，不给我面子，觉得我没什么用，觉得我是废物。这可不行啊！回家出墓印去。下路这波又是一波五打四，对面是五个人，我们家是四个人，这样不行。飞慢了，下回飞小炮好了。哎，仁慈了，还是对这个小炮仁慈了。来个收集者吧。这沙米拉也不行，别上了啊，别上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对面好像有点问题，这是要小翻一手，我一看这小炮可不敢单。中团你敢不放金身？直接大龙都可以，来吧，直接大龙吧。打这么半天一换一，对面应该是不打大龙，我们把大龙打了，直接开打没事，这虚区够。我应该杀小炮了啊，这咋那么多钉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这哪那么多钉啊？我都打多少个钉出来了，操了，打一个钉一个，打一个钉一个，小炮都开始钉。真令人难受。
这小炮还能杀了不？能不能杀一杀小炮？我也得来个钉了，我一看啊，这不救了吧，拉倒吧。操你妹了，我他妈真是给你点脸了，真的这顿点呢。那旁边连个人都没有，还在那瞅，你瞅啥呀？回家，我引你很久了，小伙子，这都给我点呐！哎呀，给我一顿点。他旁边连人都没有，那潘森去上路了。我一看他千珏走了，我寻思这不行，这我得回去冲他去，我得把他冲了。回家出个钉，先别着急啊，先别着急捅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这咋又上了呢？不，这推你也推不下来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推上路不行就不行就推上路呗。哎呀，这我钉放第一位啊，钉，或者推下路不也行吗？或者是土龙。你中路打不出来啥花，这都推都推不下来。一会儿我跟你说团灭一波我们家就输了，这不能再团灭了，现在也就是一波团，谁家团灭谁游戏结束啊。又跑人家塔下打去了呢，你这位置这不扯淡呢吗兄弟，来吧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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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耶哈！一波，钉都不用钉了，滑了吧就。在这种混战之中，我们攻速快就是无敌。钉，没钉出来。